对哦，可以坐我旁边吗？你的脚，我一个摇给你看，大家要透给你看。站起来，站起来，我叫你站起来。笑笑笑。大家觉得第三集的就是要刚刚终于来临了，对了，就是这次了。那么嘉宾呢有 Bernard Benny， 还有我啦，自己做高自己啦耶。OK， 那么这一集呢比较特别呢，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小书包，那么小书包里面装了什么呢？我们不知道。那么就是我们在玩的时候呢会需要用到它。那么呢，我们现在就一起 Let's go。OK， 那么现在的第一个呢就是你要尴尬，是第一个呢现在就是 Benny 冲过去啦，所以我们现在就给他过去。OK， Benny， OK， 现在你站起来，站起来，你跟我们讲你好大大。你好，站起来，那你先站起来，先站起来。然后你跟他讲，我肚子痛，很想大便。我肚子痛，很想大便啊。有什么解决方法吗？然后你坐，你肚子很痛，你啊这样子。哇啊！坐我们中间，坐我们中间，坐我们中间。你们两个是在一起的还是什么？你们两个是在一起的。你是 gay 吗？ I'm gay。 你觉得我脸上几岁？你讲，其实我有两个孩子了的。其实我有两个孩子了。你们两个，然后你放那个手去给他们，很像 friend 这样子。孩子，你们长大了。我的孩子就是你们两个孩子，你们长大了。你整瓶满了，喝完了，看他什么反应。站起来喝高高，再把头抬到最高。哦，这边站着，你喊。你知道我是布奈人吗？你看过我有这钱的吗？你知道古晋人都是住树上的吗？我不是古晋人。你知道古晋人都是住树上的？你讲后面有一棵树适合你住。后面有一棵树适合你住，哎，那个不是你的家吗？可以走去树那边，你看上吗？你的你的家，你的家就是这棵树。你看我表演，第三棵树，第三棵树，第三棵。我 kiss 上那棵树，我觉得我 kiss 到你的家了。我的家，你拿你的书包，随时拿第一个摸到的东西。因为我们要看到拿什么线，我们要看到什么线。你骑我的手，你放高高，你收集起来。你面向我们，你开那个书，面你举高高，你举高高，你举高高，看那个书，看看那个书，看那个书。你喊你我喜欢男的。告诉我你其中一个秘密。我喜欢摸他的胸，你摸摸看，很结实。你把那个米奇的书拿起来，来，刚刚面向我们，整个左手放上来，直直。我现在把你的右手直接抓奶，抓里面。你最喜欢哪一面？你有兴趣看这些？啥的，好料都不会欣赏。OK， 哭大大声。对，为什么没有人喜欢看我的米奇游的书？没有人要看我的米奇游的书，你怎么也？过来过来，我看到都好尴尬，我们全部人都是给。OK， 到时候到时候OK， 放下来继续哭。真的啊，这。酷，好喝多一点，喝多一点。为什么没有人喜欢我的米奇哦？孩子，你们长大了。我喜欢男的。我喜欢摸他的胸。我肚子痛，我想大便。但是我支持给我们做好朋友好不好？我们一起接屁啊！拍一张 3, 2, 1，拜拜，谢谢你。请你们两个看完那边 camera 这边。OK， 现在呢就轮到 Banana OK， 现在 Banana，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在进到一个奶茶店。OK， 现在不是因为你身边没有人嘛，哦，所以你现在要坐这里喊 order。Order please。OK， 好了。Yes， 你以为你很帅咩？啊，笑笑笑。OK， 你娘娘，你背起来 ，OK， 你把你的手伸进去，摸到第一个东西就是你要拿出来的东西了。我好紧啊，摸到什么？OK， 你把你眼镜拿掉，我戴给你看。
我是真的比你帅。听清楚啊，月亮是圆的，是错的；月亮是圆的，是对的。现在我问你啊，娘们，你以为你是谁？娘们，你是谁？走，嗨，中午你不要打我，中午你不要跟我一起玩。站起来啦，站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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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你站起来。可以坐我旁边吗 ？Customer is always right。慢慢看啦，慢慢看啦，慢慢来，慢慢来，慢慢看，慢慢看。哎、欸，我看不到，你可以把拿那奶茶吗？我怕我倒傻。还是那个男的上来，有人在你旁边，现在有人在你旁边。在我耳朵讲，我爱你，我爱你。I'm gay。嗯，衰仔。嗯，衰仔，我们一起坐下来啦。刚才那个你是他的员工，不是男朋友是吧？算是。你的女朋友真的很美，现在要给我了。你拿得走就拿哦。这杯奶茶的味道就好像我跟你的味道。比一个人，然后放在你的头。也、yeah, 可爱吗？哇哦。OK 。哇，真的。可爱吗？哇哦。这杯奶茶的味道就好像我跟你的味道。不是不是那个后面的印度婆，然后你跟他讲 Happy Diwali。Happy Diwali。Oh, thank you very much.You are here student or teacher? You are the student here or? I'm a lecturer here. Lecturer here, okay, okay. 不要玩了，不要，快点。你问他，他可以给你一点勇气过去跟那个女孩子讲话没有？ Because I'm very scared, I almost shit in my pants. Because I'm very scared and I almost pee myself. Hi, excuse me. Hi. This is... Leroy. Leroy. Oh, 有看过。Oh, 有可以暂时。我已经是我最后。Roy? Yeah, okay. Now he's gonna sit next to you, he's gonna establish some conversation.OK, go ahead. OK, hi. 你跟他讲，你可以自我介绍吗？我叫 Florence. Oh, hi, Florence. Oh, OK. 我在三位读 Actuarial Science. 你问他 Actuarial Science 华语叫什么名 ？Lecturer Science 华语叫什么？精算。精算 ，OK, okay.。你跟他讲算 sperm 是吗？精算。你讲的精算是算 sperm 是吗？你讲这样，你可以帮我算吗？帮我算我的精子多少？我给你看更好笑的。我给你看更好笑的。我现在要脱给你看，你看这边，你看这边，然后你脱他帽子了，哈哈哈，这样子。Florence， 我很喜欢你，你可以做我女朋友吗？我今天一定要叫你做我女朋友。我今天一定要叫你做我女朋友，不然的话我脱衣。你有男朋友啊？哎呦啊！我咯，白痴！你笑什么笑？我没有叫你笑。还在笑？打你的屁股啊！你再笑高一点，我啪！OK， 现在你从你的 bag 拿出一个你拿到的东西。我一个惊喜要给你看，什么烂东西？这个扇子啊！你觉得我像谁？你问啊！你觉得我像谁？你有看 YouTube 吗？你知道文王爷吗？你知道文王爷啊？他是拍《都市传说》的，那个人就是我，那个人就是我。我会扇子舞，金鸡鹿令令，啾啾啾啾啾，好看吗？你讲我还有更够力的，然后你就单脚转一圈给他看。对哦哦，对哦哦，抓。还有。我其实在 YouTube 有很多 subscriber。其实我在 YouTube 有很多 subscribers。你会打架吗？怎么了？哦，你想看我打架比较多？我打架不是用拳头打的。我打架不是用拳头打的，我是用计时时给压的。我很伤心，你可以撒养我没有？你这样摸你的头撒养。我很伤心，你可以撒养我吗？像摸狗头这样子。我今天一定要叫你做我女朋友。Because I very scared, I almost shit in my pants. Roy. Yeah.Okay. Now he's gonna sit next to you. He's gonna accept. 我叫 Florence. Hello, 我是 Leroy. Hello, 我是 Leroy. 你讲的精算是算 sperm 不是吗？我会跳舞赚钱养你。我很喜欢你，你可以做女朋友吗？我今年一定要叫你做女朋友，不然的话我脱衣。金鸡鹿令令，啾啾啾啾啾，好看吗？你笑什么笑？我没有叫你笑。我跟你开玩笑吧，不好笑没？
可以给我你的 Instagram 跟你的电话号码。周末你跟我女朋友讲话？不是你，找到他爸吗？嗯嗯，叫什么名？我叫李瑞。李瑞。啊，哦哦你有男朋友啊？哦有哦有啊。Actually, we are doing a filming lah. I want to propose to a girl. So can you give me some courage for me to sit beside her? 我要喝那个的奶茶。我的。你这个臭阿瓜。我教你啊，臭阿瓜。喂啊。